二季极限挑战首期是回归校园了，六位哥哥帮着小朋友们是盛饭啊，陪他们玩两人三角等等等等，重温了一回童年时光。虽然说是陪吃又陪玩啊，相处得非常愉快，非常融洽。但是要问哪一位哥哥最得小朋友的欢心呢？还是要他们亲口说。那你们最喜欢哪个哥哥啊？张艺兴。为什么呢？白净的皮肤，清纯的面容，张艺兴单单靠脸就已经俘获了孩子们的芳心啊。除此之外，咱们的艺兴哥哥精湛的球技也为他加分了不少。只见他单手接过篮球，一个灵巧的运球，纵身一跃投篮，轻松得分。艺兴小哥排第一呢，谁排第二呢？还喜欢谁？罗志祥。为什么呢？原来小朋友们还真的都是看脸呐，小编只能够说你们真的是不太了解小猪哥哥啊。要知道私底下的罗志祥可能跟你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啊。我们在当课，对对，你就不先说了，你两句半，他比较早熟。我正在问他们为什么蚊子喜欢盯穿黑色衣服的啊，你回答一下为什么啊？因为蚊子他怕光，他想去暗地方。我小时候梦想就是当篮球员，可以跟姚明一样高跟帅，讲得我就兴奋了。眼看着大家毫不犹豫地把票投给了张艺兴和罗志祥，阎王孙红雷真的听不下去了。小朋友们有空多去红雷叔叔的微博看看他的自拍，你们一定会被他迷到的。好吧，尽管没有得到认可，但是这丝毫没有打击到他，阎王只有孙红雷一个。从去年开始，关于我颜值高的这件事情是已经可能很难超越了，就奉劝大家在颜值方面就不要再想有非分之想，这个是别的方面可能在学习啊，通过学习啊锻炼可以超得过的，但颜值你怎么超啊？你没办法抄的，都这样了。这一份自信，小编给你打满分呐、面对我们的镜头，红雷哥还透露自己在第二季的极限挑战当中，一定要继续站队三傻阵营。至于原因嘛，是为了给兄弟们留一条活路啊。这方面其实我以前是有所保留的，这人是要给空间的，要给兄弟们一口饭吃。如果你颜值又高，然后智商又高，情商又高，那你还让别人怎么生活？你像黄磊这样的腿、身材、颜值，再把他智商再抢了，不能再往下说了。娱乐新天地上海独家采访到。